数据回放功能键。此机器冻结后，数据即保存，将此键按下，即可出现此界面。文件编码号47表示文件号码之前保存的号码。确认，可选择自己想要调出的数据图像。选择之后，确认，然后打开。打开之后，即为之前保存的图像的信息。可上下键选择第一屏、第二屏，总共每一次可以保存四屏。可以保存四屏之后都可以打开，按此键可打印。停止。打印完全部数据之后会自动停止。